他一首歌，是吴胜志的歌，叫《无缘》。那个吕金手是谁？吕金手真的不认识，杰伦哥可能认识。吕金手，吕金手，双口吕，有人认识吕金手吗？这个歌词上面写的，这样会不会很没礼貌？啊，我认识吴胜志啊，作曲是吕金手，这上面写。无缘。今天的表演呢，就到这里。然后我要，司马里奥，我是劳碧华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下半场的表演，下半场表演很精彩，就是大家上个厕所呢，不要走开，千万，但是要戴口罩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下课，我们再次谢谢
上半场的饶地华以及司马里奥。那我们现在休息差不多十分钟左右，那大家可以利用十分钟上洗手间或者是逛逛铁花村的周边。那请记得在移动或者是除了喝饮料的时候，除了喝饮料的时候可以暂时将口罩拿下，其余全程呢都请帮我们佩戴口罩。那我们座位呢都不可以移动，请大家多多的配合。如果中间呢休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询问铁花村的工作人员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下半场即将要上场的是 Now， 谢谢大家。